我是欠你什么？我是欠你什么？我是欠你什么？今晚伤心我的真心，最后我来一张纸巾。胸口里面的话都已经满到喉头了。但不愿意讲是因为爱了，没有什么撕破脸不撕破脸，对啊，但是总是要有一个得到一个解决嘛。那就诚如你们所讲的，你今天这个因为一张喜帖的问题，你要搞成事情那么大，那是我的问题吗？我是欠你什么？你这么针对性，对不对？因为全世界都不发帖的，没有人会埋怨。没有资格埋怨嘛？那你不发帖子给我，感觉就是不太 OK。我觉得最感谢他，就是让我睡在公司。很感谢他的一张专辑，有时候用了大概我五六首歌曲，这就是我真的很谢谢他的地方。其实宪哥对你还不错，真的蛮好的，真的蛮好的。